捞了你们就没理，还有对象吗？有一点点，一点点，好吧。好，那个你知道我今天下午来彩排的时候，真的超级热的。我那个时候，因为后面有那个很大的那个看板，就是可以知道现在几度。我下午来的时候37度，然后我就想说晚了，现在7度哎，然后很怕，就是万一等一下有人来看表演会中暑什么的。然后结果我刚看到现在几度吗？现在减了11度，所以现在是26度，所以那个很热的感觉就没有了。但是因为刚刚有下一点雨，所以就是怕你们就是那个很黏腻。你们有看到我今天衣服穿什么吗？嗯，就妈妈很多，不要看好了，看不出来是不是 ？What would you do for love 啊？哦，你知道那个意思吗？就是你们就是。就明明就是下雨天，然后就是还要，就是有人还问我说：“娃娃，我可以脱脚，那打赤脚看你吗？”就是因为他脚都已经湿了，对，就觉得你们站在下面看我就是一种爱的表现，对不对？就是你愿意为爱做什么？好，还是没有人讲。我问直播里面的人好了。哎，所以我们直播，好吧，算了，我也现在没有手机，好吧，我们跟直播的人里面打招呼，你们嗨。都没有淋雨什么。好，那我下一首歌什么啊？那我继续唱歌咯。好，你们还好吗？好。Yeah.